美味到让人掉泪，老外最爱水果大 PK。I like this one。莲雾的口感比较脆，觉得比较好吃。这个也是又便宜又好吃。我喜欢烫香的甜点的，一边帮他剥，他那个皮都是剥到你这边的时候，你剩下那个皮的时候，有种牙疼。好了，台湾的这水果上最好吃，最好吃的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